病了，鱼有病了，你给他看得起吗？你还不如把这缸都倒了重新养呢，是不是？那个从花鸟鱼虫那买回来的鱼，养不了多久就死了。这个东西只能说这里边这个鱼吧，很多种病，就跟人一样，那医院多少科啊？鱼也是一样。尤其这个鱼里边，它这个鱼下鱼的什么的，还有鱼打架。啊，还有鱼打架呢！哎，还有各种鱼不一样的鱼在一起以后的也是克，互相相克的，这挺复杂的。要说起来这个东西吧，你就得在实践当中去找去。哦，哎，你看，就像你比如说我这以前我有一缸，哎，比这缸还宽点，还一米长呢，一米宽。嗯，那个孔雀鱼吧。嗯，那孔雀漂亮。哎，那孔雀鱼吧，都是大的。嗯，那一缸特别好看。冷不丁那天呢，人给我几条那个大青剑，这么大的。啊，哎，我说这搁这里头吧，那鱼也是人自己家里边养的，这都知道，不是外边买的，我也不敢，我也单养。啊，我不敢单，不敢那搁里头。嗯，我说这搁道里头这么大，那你说他不吃它吗？嗯，